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羽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各位动漫仔的天地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秋叶原阿依林新活动的那个海报啊，然后还有那个不期的女主角。那今天一整天我们都是佛秋叶原，那我要好好大玩特玩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 SEGA 吧。阿依的时钟哎，使用度好像不太高。恭喜林夕，这个花了我不少钱哎。我们先暂时从 SEGA 店出来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跟我们今天有约好另外一位 YouTube 见面，各位可以先猜猜看是谁，然后按暂停在下方留言，然后我看你们有没有猜中，那你们等一下就会知晓答案了。你知道我刚刚只是在录 Vlog 中间过场，然后我就看到外面有一个外国人在这样对我比耶，不想说是谁，然后后来看原来是苏卡染头发。哎，你头发这颜色还不错看呢，可是有点褪色，对不对？变成道地日本人哦。对啊，你很像，因为他道地日本人会染的颜色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夸张。各位。我刚才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下次想要存个，可以看能不能存个10万来日本。然后你们知道干嘛吗？我要玩假娃娃跟转蛋。我真的这几天彻彻底底的爱上日本的假娃娃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看，是阿依的周边哎。你们觉得买什么最值？这个8888。然后我刚刚买的这几个，我买这个一套。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枕头的那个套子。然后资料夹。哇，好赞哦！这太神，这太多了。哎，各位，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说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因为我考虑下次来日本，我可能会专挑一些周边买。你看，林夕已经买了东西了，虽然我也买，我也没资格说他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去那个秋叶原的中古店，那个因为林夕想要买那个七海的模型。那他刚刚有看到一个是价钱13000多的，有点贵。那我们可能去看看其他家店比个价，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。好扭蛋哦！哇，太壮观了！林行，你觉得秋叶原怎么样？不错啊，很可。只逛一下就逛错了这个，而且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哇啊！是啥？哇，全部都是 DVD 呢！看太哦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死给那口嘞！林夕要在这么多找到那个哦，这个是那个 Saber， 超帅气的。他应该有放同一区。各位，这个太狂了啦！这是那个签名，好猛哦。然后模型超多的，我来真的会失心疯的。这个罗宾很恶意，还跌倒。然后旁边是罗布路基，哇，雷雷好大。哦 ，Saber， 哦，这个 Saber 完成度很高。这个我说的是，我不说永春，我是说后面那一个，完成度很高，我很喜欢。赞！女 T， 这个也很恶意。女 T 跟小丑，这是怎样？就是女 T 在踢小丑。她里面有穿啊。你们知道吗？女 T 在动漫中，照理来讲是没穿内裤，也没有穿胸罩的。你看，她要把她内裤做出来，真是可惜。这个我给她差评。有看到吗？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价钱呢？我给苏卡看。没有。哦，还没找到。哦，这是那个。哦。
那个枪弹，我知道枪弹的枪弹三，而且这个是一番赏的那个。去给他看，去给他看。这是 A 赏。已经他在找七海，他说没找到七海，他说拿。你说你要买哪一只？创真。好啊，你看对七海都这样，找不到七海就这样。各位，这个是战利品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没有错，就是 mini Q 啦，超爽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那个一家中古店，因为刚刚有去几家都没有卖那个七海的 PVC， 苏卡他那边有查了一家，就是可能会有，然后不确定，我们要去找看，到底这次林行可不可以找到他的七海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各位，为美好世界献上祝福，慧慧真的是越看越想买 ，Explosion， 两个臭宅女，呵呵。哇，是阿姨的周边哎，艾米娅娃娃1980，600多台币，还 OK。各位，林行一个大氪金，你说说你氪了多少？不是大氪金、啊。你刚刚氪了10000多啊？哦，那还好吧。10000。哎、欸，这支原价13000哎。然后买10000，对啊，其实算赚，可是今天是逛秀，我们搭电梯啊，这里有电梯，这里有电梯，这边才行，要往下面走啊，我先拿看我有没有摆出来，哦有啊，好，各位观众那个，我们刚刚到一家模型店，就发现它这里奖品超丰富，它的 A 厂是 PS4，然后是一台 A， 然后 B 厂是那个 PSB 卡。然后 C 就 3DS 这样，然后你看是不是看起来还不错夹？嗯。然后你看那个管子他妈有够高的。嗯，对对。然后我想说试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。啊。试试看好不好夹？来哦来哦，我觉得夹不到啊，这太晃了，夹子很小哎。然后。好滑好滑。好滑。根本就不可能啊！根本就不可能啊！你看。这个，所以这个都长灰尘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？都骗钱的，因为我看到这个都长灰尘了，上面都有一层灰。为什么？因为放很久喽。都没人夹得到它，这太不科学了。各位，你们看，这是我买的章鱼烧，我们来吃吃看。林行要不要吃？要。来吃吃看，这是日本道地的章鱼烧。好酷炫，它里面的章鱼颇大的，外面包覆的那层那个面粉都填得很满，完全没有漏洞哦。然后煎的超级刚好，因为它外面冷冷的，可能里面是热的，超烫，好吃哎，超好吃的。然后各位，那个我跟林行已经逛了一整天秋叶原了，那树卡他之后还有约，所以他先走了。那我跟林行。林行就很想吃一家荞麦面，后来我们找不到，就找到另外一家，然后于是乎林行就点了超大碗荞麦面。你没有很大碗，其实这是我点的，我点亲子冻荞麦面，这是亲子冻，这是荞麦面。嗯，这个不是蛋白，它是山药哎，是山药。你看，哦，我还以为是蛋，哦，山药是蛋哎，山药上面混的蛋，生蛋啊，好猛好猛，哦，第一次吃荞麦面。好，来试试看它的面吧，感觉超好吃的，好烦哦，感觉钱袋不够，秋月园太多东西想拍了，它面好有嚼劲，超好吃的，再来吃吃看它的盖饭，然后再来去吃它的那个亲子冻，它不知道加了几个蛋。因为它有没有熟的蛋白，然后又有全熟的蛋白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回来那个我们住的地方啦。林行已挂，你看，今天秋叶原逛太久，他已经挂脸了。今天在秋叶原其实收获真的是超多的，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收获。然后再来是 mini Q， 然后还有这个，还有超大型 mini Q， 之后再开箱了。太多东西要可以开给观众看。目前我们预估是后天还要再去一次秋叶原，那到时候我可能会再找一些影片拍。今天真的好累啊，又想要休息了。好啊，那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我今天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的订阅你喜欢，那继续去追踪我个人 FB， 按照我们专栏追踪我一次贵。那各位观众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